四月二十三，大法官呢，针对着这个废除死刑的辩论啊，结束了，大概着三个月来爱来裁定。那么过去的蔡部长伫本院内底有真严肃，而且非常肯定，讲伊反对废除死刑，这是法务部坚定的立场。到底是蔡部长个人的立场，或者是伊所讲的是法务部的立场？啊，我即马要慎重请教你，部长你的立场是啥物？针对废除死刑，你的立场？我想法务部的政策都延续性好、啊、你个人的立场呢？会使请教你呗？我想我这边、主席，我请部长。还有行政部长。委员长。部长恭喜。啊，谢谢。你是台南。离开几冬啊？嘞，台南十几年了。哦，敢会思念？会想念未？我常常回台南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表示你对台南这代志拢真清楚啦吼。咱的清德兄吼，赖总统啊，聘请你做部长，有甲你做重点的指示无？我想在。这个只是我想委员很清楚哈，这个总统对法务部的一些的指示哈，他在昨天在520的时候都讲了要、哦啊、你有听他演讲吗？这个管理部这个有演讲是我在场啊。哦，你在场哈、哦嗯啊，你听听有感觉一兼讲一项无？这最法务部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求我们要严打。就是黑金枪毒诈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佮兼讲一项你袂记啊？伊甲你讲的工作报告啊，含伊演讲内底是安那开兼一项？为什么？这个武打欺压的策反就武打就黑金枪毒。武打，对，伊兼讲一项呢？这个请委员来主。伊讲讲官商勾结甲贪污这条。啊，这部分就是黑金的问题、啊。无啦，黑金还黑金啊。黑金，因为伊无爱甲这面讲出来，这是啥物原因？因为台南的案件你足清楚啊，你常在等伊啊。等下我和你探讨这個，我请教你。拄则伫你的报告内底有讲到人权两公约啊，这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。那么，伫四月二十三，大法官呢，针对着这个废除死刑的辩论啊，结束了，大概着三个月来爱来裁定。那么过去的蔡部长伫本院内底有真严肃，而且非常肯定，讲伊反对废除死刑，这是法务部坚定的立场。哦，我实在感觉听了真感动，因为教着70-80%的台湾民意相当的符合，可是五二空呢，换你来，先甲你恭喜以外，本席伫遮，希望你会当，这是到底是蔡部长个人的立场，或者是伊所讲的是法务部的立场？啊，我即马要慎重请教你，部长你的立场是啥物？针对废除死刑，你的立场？我想法务部的政策都延续性哈，那法务部的立场在上次就刚委员提的4月23日那个宪法法庭的辩论中，我们那个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是主张实行这个制度是合宪的哈，那这个立场我们目前都没有改变。过去大法官嘛有三摆的解释啊嘛，有三次的解释、哦。你个人的立场呢？会使请教你呗。我想我这边不是有谈我个人的立场，我只能谈法务部的立场。啊，你有要执行法务部的立场不？就看那个大就是宪法法庭的一个判决的一个的结果。法务部的立场是坚决反对废除死刑吗？你讲的呀、啊。现在因为现在那个整个一个我们也是执行事情，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哈。陈儒委员所讲的哈。那我们有些的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你要等伊裁定落来，我即马阁问你较明确的，你即马就职了后，态度
真重要，因为这不是你个人而这牵涉的废都死刑，万一若成为真的，未来诈欺、未来治安事件、未来凶杀事件，会比现在更加多的时阵，所有的负面的后果，变作是赖清德爱承担。哦，所以伫遮，你的态度我要请教你。七月二三以前，还未裁落来以前，你即马就任法务部长，有要执行这死刑犯，这三十七个，你有要执行无？执行死刑哦，跟委员报告哈，执行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哈。那既然现在在视线中，我想不管是要不要执行，我想这个时候。这个是我们在近代，我们应该是七月份应该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哈。我想要执行也不急于这样，而且更何况只有三十七名的死刑犯，目前都还在有申请那个非常上诉。那我想在法律的一个的程序还没走完，我想我们这边还是要近代大法官的一个视线，一个宪法法庭的判决结果。阿雷好，假使大法官那是。解释出来是合宪呐，啊，你什么时准备请啥？这个合宪的一个解释，因为我还没有出来嘛，哈。那伊拉合宪呐，要合宪的解释，那个如果说有涉及到一些的，他一定有一定的一些的结论出来。我想我们依照这个合宪的一个判决，我们来做一个处理。我过时间呐，我这个我在等这个判决哈。你在等。啊！你讲，你拢讲你袂输诶，司法诶难破诶，啊！你办案足功诶，啊！这要枪杀死刑犯，着爱搁等。我小可有失望咧，无采今仔我对你高度诶期待吼、哦。你有讲着要打诈啦吼、哦？啊，过去诶诈骗，民进党讲八档啊，啊钱也摕啊侪去啊，结果八年诶政府诈欺诶愈查愈侪啊。案件愈来愈多，恁是咧算真诶，算假？我嘛想无。哦，啊！你一直掠啦，法务部啦、检察官啦、啊地方诶警察啦，大家掠你来去到法院，拢判无罪，轻判诶差不多50%啦，判三年以上诶都0.5%啦。哦，0.5%，200个诈欺犯诶，甲一个。看较当时看尔，啊那安尼，五二空，赖总统就职迄一日，你敢知影咱有去掠着一个，伫南投有掠着一个车手，你知无？23岁的诈欺犯，车手啦。这个案你可能唔知影哦。掠着的时阵哦，伊甲警察讲，伊一个月前才有恁掠的尔，一个月前啦。卡红掠到尔，啊！结果当然法院就放出来啊，啊是检察官参刑事甲送嘛无送，一个月后阁掠到的时阵吼，迄警察甲问伊讲，我即马装备升级啊，吼装备升级啦，出来咧收钱，阁兼炸迄落炸迄落点钞机啊，爱啥那要拼？投资报酬率特别好啊！咱国防部的募兵呐、啊，兵源不足啊；诈骗集团的车手募兵呐、啊，兵源源源不断呐、啊。一个月上歹还阁有10万、9万呐、啊，上歹的哦。啊，咱请一个兵啊，要替咱去战争，一个月才30000+啊，啊，上尾来做兵，啊，诈骗阁唔免管。你对这个诈欺的态度是安那？我想委员讲的也是有这些的事实上的一个依据哈。那我想的确啦哈，的确我们打诈一定要让他无利可图才有效果哈。所以我们推出打诈专法，这部分我们请委员要支持哈。你他委员你头头有讲诶，我轻判诶，我今麦迄个打诈专法，我今麦加。我已经给您支持够多啊啦！我无迄落，立法是蛮重的，还有那个假释，还有那个犯罪，我无迄落无支持的啦，直接
这所有委员拢甲恁支持作者啦。那个打诈释怀，麻烦委员哈，我们送我们来审理的。这出来红看啦。这个法治面也要，好恰当诶。这个扫荡利能啦哈，这个利能的加抓，你讲你抢在等于台南，我即马问你，你知影台南遐有作者案件无？哦，这个检察官在分案侦办中。阿哥在侦办中，他这个一定要仔细收证。我想我们会要求权力来来。我检举也你拢无办啊，哦，侦办中我嘛知影侦办中啊，我重视的是官商勾结，你拢办下底遐卡啊尔嘛。真正家雀，迄只母的家雀一直咧生卵，迄只你唔敢拍好死，下底遐细只家雀安那拍嘛拍无死，拍死嘛无路用啊。我拄啊问你，就是讲，因为你有枪在等去台南嘛。我即马阁甲你讲啊，一间公司10万资本额，各位，恁听看卖啊。我讲啊，恁茫阁考试，遐艰苦咧做公务人员啊啦。伊一摆成立5-6间公司哦，啊无你嘛出一点啊本对无？要来甲阮骗，要来甲阮官商勾结，你嘛爱出本。一间公司10万啊，吼，对面土地。土地200万，实价登录变作800万，800万会当甲银行借600万，你中一堆钱啊！钱中一堆啊！经过四冬，一间10万的资本额公司，5-6间哦，变作资本额拢上亿。我讲，搁再4-5冬，伊拢会当上市上柜，安尼抓袂到。恁即马办的是拢伫遐技术咯、哦？真正因为咱国家为着要绿能，所以融资开绿灯，全部钱拢伫银行搬的，恁办袂到，无可能啊，靠可能会办袂到。好，你甲我讲咧混乱中，我暂且相信你，哦。那个委员关心了，我想我会要求我们各检察机关来严加来严办这些绿能案。伊也跟你讲差无，我跟你讲钱金流，你卖3亿，谁那你收1亿尔，剩诶2亿，谁那无合理？哦，过来实价登录，土地对了，币了，无迄个差无，部长，这对你来讲是简单诶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办案遐年代，较有可能这会查无啦，哦，要查干唔查？蛮袂记你赖清德总统的决心，伊伫台南去年的3月15日，叫台南市民进党所有市长、立委拢站起来，甲台南人道歉。为什么道歉？因为伊发觉官商勾结足严重啊啦！加油啦！哦，谢谢委员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请订阅支持哟。